如果對呢套戲的期望，當然是很希望上一集看過的觀眾都會有一份感情在這裡。今次這一集大家都成長了，大家都有更深厚的感情 的感覺去入場看我們這部戲。本身個人就靚，點都靚，唉，真係冇辦法。轉頭先，轉頭先。我唔敢埋你。誒，唔好埋你。但係，即係好真實咁講，件衫無論想去到咩效果都好啦。而家 Steffi 著完之後，你覺得係靚？呢下先吹著，真係呢個世界唔公平。